艺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。一块璞玉要经过雕琢，才能变成精美的宝玉。人也是一样，要认真学习，才能明白圣贤的义理。身为一个小孩子，从小就应该养成亲近老师，能虚心接受教导和规劝的好态度，并且结交好的朋友，学习如何待人处事的礼节。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关于玉的故事给大家听哦。诶，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羽毛呢？哦，是凤凰鸟的羽毛诶。凤凰不落无宝之地，这山里呀，铁定有宝物，我来找看看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，这真是一块璞玉啊。如果能把里面的美玉琢磨出来，一定是天下最美的宝玉。哎呀，真是国宝诶。好，明儿就去献给国王吧。查，这么不起眼的石头，里面真的是宝玉吗？叫玉匠来看看吧。这个禀告大王，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罢了。哼，可恶，大胆的卞和，竟敢来戏弄本王！来人呐，把他拖出去，给我砍断左脚！冤枉啊，大王！冤枉啊，大王！这真的是一块宝玉啊！哎呀，冤枉啊，大王！啊啊！可怜的卞和就这样被砍掉了左脚。过了几年，楚厉王死了。他的儿子楚武王接位，卞和心里想：嘿，楚厉王只相信玉匠的话，不相信我讲的。现在在位的是楚武王，好，我要再去试试看。于是卞和又拿着他认为最珍贵的璞玉去献给楚武王，没想到武王的玉匠也认为那是石头。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了右脚。不久，楚武王也死了。楚文王即位，这次卞和不再把璞玉拿进宫中，他抱着这块被玉匠认定的石头，到楚山下嚎啕大哭。哭到眼睛都流出血了。这件事情传到了楚文王耳中，文王便派人将卞和接到宫中。卞和呀，天底下有那么多人被砍断双脚，为什么只有你那么悲伤呢？大王啊，我并不是因为双脚被砍断而悲伤啊。我伤心的是，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啊，这诚心诚意的人被说成了是骗子呀。楚文王听了，就找来玉匠凿开石头，一看里面果然是块漂亮的美玉。他又命令玉匠将这块石头雕琢成玉璧，作为国宝。为了感念卞和的真诚与坚定，就将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，这就是名闻天下和氏璧的由来。